慈青菩萨们啊，每一年都在传心啊，每一年的学长的成长经验的辅导，他们总是呢在大学里啊能有缘呐、啊，共一个方向理想走入慈济，同样都是关怀天下事，因为慈济这个团体的不是进来唱唱跳跳同乐一下，不是，都是走进慈济来要发心立愿，大家都要有共同承担挑天下米箩的事业。上个月十几个国家的慈青共精进啊，共方向，都是发心立愿，将来投入人情，关怀天下事，愿意呢挑起天下米箩。是啊，天下事匹夫有责啊，这都是在接受教育的大学生，相信未来他们啊毕业了以后呢，应该都是很有承担的菩萨。我们的希望在这一群年轻人的身上，每一次啊听了看了了解他们未来人生的方向，总是呢打从内心啊的欢喜。今天在受证也有几位慈青哦来到我的面前啊，我们的密码呢就是你的孩子回来了，只要说这一句话，我就知道慈青啊，我会再叮咛一下要精进。是啊，这就是他们跟我的密码、哦、那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，一届届的毕业投入社会，经过了历练、啊、不离开慈济，总是呢见习培训啊，就会来受证啊，这都是生生不息我们的希望啊。教育也是希望，刚刚看到了有40位的校长，大家都是很有心啊投入教育。其实人间的希望，孩子希望在教育，教育的希望啊，总是呢需要在我们的用心传递教、哦、那这种爱的能量啊生生不息啦。教育本来就是从小开始人品道德呢传授给他们。看到我们从台湾为叙利亚难民在启动，帮助在耶诞的难民，还有土耳其的，每个月我们要承担的还有6000多户的难民，还有呢3000多位的孩子要上学。我们要让这样小小的心灵啊，不要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我们要让小小的心灵
感受到了国际间啊，天下多少人在爱他，所以我们都有动员啊，学校啊，集中啊，来写爱心卡，或是捐文具。这不只是在台湾，是全球慈济人的活动啊，期待他们能感受到了全世界的爱给他，这就是消弭这心灵的仇恨，让他感受天下人人对他们的爱。前年台南有个地震，那一群孩子哦，也都是动员啊，也同样以竹筒来回报呢。还有台湾有大水，他们也是这样的关怀的台湾，所以也期待我们台湾的爱呢不要断掉哦。他们在那里呢真的很可爱的爱的存款哦，那他们都会零钱都会汇聚在竹筒，每一次他都会有这样的响应着。看看菲律宾呐、啊，也是水灾很严重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，她呢，自己的文具哦都被水冲掉了，她还是呢，报佳音得来的钱，双手捧到慈济人的面前，说我要救济，她的心愿救济，这总是呢。不要轻视点滴啦，不管是大啦、小点啦，都是呢爱的能量。慈济人呢，请大家和佛心，共施志，我们大家一同呢，为天下苦难人承担起了这个大爱呢，来。共伴呐、啊，有晴天呐、啊，我们时时感恩，寸步用爱铺路人，我们也可以一步步把爱的路铺平起来。菩萨要开大道，那我们人人发心来铺平人间路，这都是需要。人人出一份力量，中心尽是弟子，在上人座前发心意愿，主对众人爱相随，精进文化传正法，一同誓愿出发心，以爱我爱心。此核心根福田哦，普天之下应引众生，需要我们点滴爱的汇聚，何况在社会呢，任何一个功能都是为社会而付出，社会的人士那紧销的力量，仁义的大爱等等等等，无不都是呢这种维持社会的祥和，同时呢也是人间的希望，一股
很大的力量。感恩喜见中部的菩萨，粒粒种子都很宝贵，但愿对此核心啊，更福田大爱共伴有情天，从寸步铺路，护了大地，护了天下的人人爱的能量。感恩祝福大家福慧双修，步步踏实，真正的精进，富精进，祝福大家，感恩。